嗯，我觉得还好吧，但东北的男生我感觉都挺高的。东北的男生都挺高的，是因为吃面食比吃米饭好吗？啊，我就特别不喜欢吃面食，我就喜欢吃大米饭。哦，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长的。我发现那些吃面食的比吃米饭的这个发育的要好一点，这是为啥呢？我不吃面食，我不太了解。那你吃面食吧，你多高啊？我吃大米饭的。我发现我那大米饭白吃了。哦，我吃大米饭的。嗯，你问我多高啊？我1.73米。哦，1.73米。1.73米，就那应该站着我们俩其实视觉上来讲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是，确实，不，也差不多，女孩子显高一点啊，女孩子稍微显高一点。我觉得差不多的，就你喜欢，站一起就是差不多的嘛。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反正我挺喜欢的。我喜欢1.7米以上的，小姐。你喜欢1.7米以上的，然后那你不觉得跟你站在一起会很怪吗？就他比你高，看起来。不会啊，说明我很有本事啊，小姐，说明我肯定有过人之处啊，要吸引这个小姐，是不是？卧底可以，能跑吗？我不在，能跑吗？交闪吗？为何不交闪？为何不交闪？我靠，为何要剑？为什么要给剑姬一个头？哎，这不是我剑，哎，剑姬好像又要拿刀子，哎，他拿不到，啊，差不多。哎，兄弟，哎，你没闪吗？对不起。哎，你反应好慢啊，小姐姐，你是不是撸脱了？我想省个闪现呢，我看的都塔下了。你的反应有点慢，给剑姬拿两个头，我上单狗头完不完了？啊，你发挥吧，你上局了，难道打那么厉害对吧？你给他两个头，我咋打呀，小姐姐？嗯。这太难了呀，两个头怎么打？你可以的，可以的。磕一个锤子，这咋可以？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嗯。我这把我感觉打遥控啊。这把得靠你帮了呀，小姐。我上路已经裂开了，他还 TP 了。五雷轰顶。我丢！这么嚣张，这个逼。嗯。猥琐发育，劲草，哟，这就干了，哟，重锤，完了，我觉得我这把都遭不住了，都挨骂了一会儿。我操，太假了吧！这剑姬哪来这么高伤害啊？回家直接买了一个鞋加上一个长剑，我靠，五雷轰顶。嗯，谁打野？你过来，上路有机会啊！为何不来？我去，我三级我就去，我三级的，别急。别跑啊，小逼崽子！害我露个法拉利，我靠，有点难受现在。我觉得你声音说话声音很有磁性，应该就不是1.7米多吧。咋的了？你听声音都能听得出来一个人多高啊，小姐，你很怪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声音听起来很厚的那种男生长得都就是上路有机会啊！我操，你先走，头都不要回的跑，快跑快跑！你三天之内必得奖。我对不起你，干点啥？你是啥也没干我就没了，我靠，我难受的一逼。对不起，我跟你打游戏中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就是打野了。哎呦，这个上野占了7个头，我啊，不对啊，上野占了6个头，全都是这个对面打野的辅助已经 ADC， 谁是 AD 啊？
心态别崩，这把算我的。啥算你的？游戏还没结束，算你啥呀？讲义气。还有机会的好不好？输了算我的。我狗头还没说话呢，现在。你知道英雄后期多猛啊？我这后期一打五的，不用着急。先回趟家，然后我就直奔上路去。哎，你好烦啊，这个人。这剑姬好恶心。我靠！剑姬拿着两个五雷轰顶。哎呦，我差点忘了，新赛季老多带打了。重锤。好多好多那么上分的晋级赛的重锤，别慌，来来来，过来过来，感觉螳螂来了，我上路来了，我来了，我有闪的，我必须顶到他，我顶他脸上，我把我的脚塞他嘴里。你想让他得脚气吗？你想让他嘴巴得脚气？我的脚，我猪的脚，我猪的脚，不是我的脚。我 C 我扛了，我扛了，哎呀，我扛他！哎，你我靠，这要死了我就……别给差评，别给差评！我溜了，我溜了！你这也敢唱不是吧？我吐了呀！你这都敢唱？我感觉你在演我呀！他。不是他300块，我想换一下嘛，300块。我咋感觉你在演我呢，小姐？我靠，我吐了。我跟他换不亏的呀，我想着我扛塔嘛，然后你就疯狂输出他，疯狂输出。你在逗我吧，小姐？没想到你走了。什么叫我想？我这压根就没想上。什么叫没想到我走了？你这个人难道会一秒四爆吗？我不太相信。装什么逼啊？装逼？装什么？装什么逼？到底在装什么逼？感觉这一波最好回家。讲道理，有钱了，有钱了，回去吧。谁有钱了？我感觉我有，我感觉把他杀掉了。我感觉我有点危险，现在。哦，完了，又死了、你怎么又死了？能不能玩了，小姐？能不能玩了？对不起，他。干啥呀？你想杀我？我再见了。12-3的比分，这一把有点逆风啊，这一把。是有点不逆。哎呀，我怎么回事呢？你这把，我到现在我刚三级，我吐了。稳住，我有机会可以 carry。我相信你。稳住，一定要稳住。这局你就是我的光了。但一般那个男孩子看到女生的照片之后，不是应该有一些评价吗？啥评价？你想要啥评价？就夸一夸嘛，毕竟都发给你了。这有啥好夸的？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骗人啊，好看就好看。能过来吗？那你的，我离牛得远。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真的就奥特曼了呗？你是好像那个奥特曼猪猪侠，闪电小子。哇，重锤！能过来吗？过来。这局你当我的光。有男朋友去了没？有女朋友吗？哎呀，这两个逼能不能玩了？我游戏体验太差了呀！我操了个 DJ！ 我怪我了，怪我了，对不起。这螳螂怎么都七个头了？我靠！你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吃，上路有冰箱，吃吃。
我觉得我这个状态。没事没事，他杀不掉你。剑姬杀不掉你。剑姬杀不掉你。那我去了。你等会推塔，我让你推塔。他要干你了，没事没事。来哟，你来哟，你来哟。他想 A 接 Q 接 A， 他想 A Q 你。剑姬。他。你回来了，回来我走了。我来了，我来了。没事，问题不大。一共四个头，你拿了一个。螳螂超神了，这螳螂太他妈狠了。我也去被螳螂给反烂了。你好恰饭啊，小姐，你能把钱退我吗？我重新点一个。你要是感觉真的就游戏甜不是很那个啥的话，你都是我的光了，哥哥。哥哥。哦，他妈一个个跟个鬼一样，这他妈一个个不去打峡谷之巅，跑来打。我操！对不起，对不起，别生气，别生气，我的游戏体验有点差，小姐。我这局给你免单了吧，好吧。对不起，真的怪我了。然后你要是还那个啥的话，我再送你几单也行。我感觉你挺好的，就人挺好的。我靠！我都零杠四了，你还没骂我？这谁顶得住啊？螳螂在我上路住家了。别生气，休息。不太好打。关键这个剑姬前期拿两个头，本身我打剑姬就不太好打，那么前期还拿两个头打完，你让谁也玩不了啊。他这个前期拿两头太狠了呀。我发育了，你们自己跟生吧，我发育了，我头发育了。被打问号了。这谁也顶得住。这个游戏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代码可以屏蔽那个信号的？发育了，发育了，猥琐发育，重锤，重锤，你咋玩打野呢，小姐姐？你咋不玩辅助呢？这三个啊，我可以玩辅助的，我就是想跟你。我想多见见你嘛，所以我玩的打野。你见见我，你把人引过来了，你见见我。我想着就上路跟中路都可以，就打野可以去嘛。然后我们这谁听的？其实我辅助打的真挺厉害的。等我发育，等我发育。就是想陪陪你。等我起来。但显然你不太需要现在。等我起来。我现在，哎呦，不对啊，你用过起风的秘籍没有？啊，起风的秘籍就换技能的那个吗？对，就换技能。我现在换个技能，我用完之后，我这个点燃还有吗？有，你那个技能点燃好，冷却好了之后就有啊。你本来是咋回事？那个冷。你带的是点燃的话，一会儿冷却好了就有的。能过来吗？我觉得中路可以打。中路干啊！我空大了。操，打不过，拿头打。神圣分离器，我靠，太狠，确实有点。干不过。我现在我都想给自己盛两碗大米饭吃。还有啊！我操，那我带个屏障，它不就没了吗？哟，闪现惩戒小兵够狠啊！哦，那我就要带个 TP 了。哦，没有 TP。你那不是能换吗？你不是起风秘籍吗？发育去了，去下路发育了。干不过我剑姬啥英雄好打剑姬啊？
好像没什么英雄好打剑姬，我靠，这英雄感觉没有天敌。这局我要不那个啥，不送他那个头，就能打，就怪我的嘛。然后你要是真的很觉得我很那个啥，我就我其实还有照片啥的，我就顶给你看看嘛。等一下，机会还有，我们还有。我是机会，真的怕你不开心。下路都太崩了，这下路，下路送十个。我进另一个跟团嘛。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没事，问题不大。你跳走。重锤。机会还有。重锤。我去下路带他一下。差的。嗯。没差不到就有机会。他不就比你多了。一二三四五个头吗？石头人好打剑姬，我应该选个石头人，我上当了。石头人乱打剑姬，我直接偷塔了，没事，等我发育，等我到400个 Q 我就无敌。杨伟，可能拖住了，能拖住了，我用命拖。重锤，重锤。重锤能跑吗？跑，他拿头跑，跑掉了。嗯，神神分离。电子竞技没有投降。哎呦呦呦，这个位置不够，就不去。你是偷偷点斧折磨队友，你可以。我想跟你多玩一会儿。嗯，这个要求很过分吗？嗯。别卖惨啊，小心给你来一刀。我就是想跟你多玩会儿嘛。你为什么想跟我多玩一会儿？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我是个好人。哎，我没有给你发好人卡的意思，我是真的感觉你人挺好的，就我零杠五了你都没有说我就真的觉得你挺好的，这局我可以给你。谁跟你说我没说你？我一直在说你啊。你那是温柔的教导。我啥教导你？我在说你啊，小姐，我都吐了都。不，你是温柔的那个。我都给你搞吐了。就是、我没有，我怎么会呢？你们看，你们给前期拿了两个头咋打？螳螂还这么一抓，我靠，本身就不好打，再加上前期拿个头，再加上螳螂这么一抓，我靠，你让飞克来打也打不过呀。嗯，我杨伟，重锤，这波可以打了，可以杀了，我甩狙了，我来了，你开，我让你开队，我没有了吧？重锤，好 ，nice， 我。男枪挺会 K 头啊！我做事情了，敢不让我狗头人头，你是第一个。我做事情了。可以，我快无敌了，小姐，等我再给我20分钟发育时间。等到明天吧。等到明天，如果能拖到明天，其实也行。但是很可惜，对面好像不给我机会拖到明天。其实你也挺想跟我就多打会儿游戏的，对吧？你都想拖到明天了。哦，没有，我只是想赢而已。你有的。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赢而已，而且你不要想多了。有的。螳螂，你他妈的别给我逮到了！杨伟，去你护甲 Q！ 我看你表演呢，老板。去你护甲！操了，打不过小姐，完全没得打，他这个太狠了。他好疼啊、嗯！这咋打呀？这没得打呀，感觉太狠了。太狠了，反正你别生气，就别头疼啥的。就你要是头疼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按按。嗯。哦，屌，非常屌。我救你一命 AD， 你不行吗？当我没说过。虚弱你们应该很怕吧？可以。
你他妈的很装逼呀、啊、你小老弟、啊、哎我哇你会变大哎你他妈很装逼杨伟你重锤赶过来赶过来你刚突然就变好大、啊、变大那开大肯定变大呀开大呀我没地方发育了现在、哦、我靠你下路有兵线的你要不要吃吃兵线啊要吃吗你们搁这跟我抢兵线我太难了我来了不抢不抢不 抢别抢兵啊我就是看看他抢兵给你来一刀我看一眼他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调戏你就是那种我零杠六零就是我是最惨的你都没啥说的你我是上路躺枪的我啥也没干就炸了我太难了其实我们两个这局的战绩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我两个助攻你一个人投一个助攻就是平均下来的话我们两个都是一杠六杠一你别扯啊小姐你不要扯淡对吧对吧、嗯、我觉得你看你的补刀再看对面的补刀你别跟着我你跟着我干嘛我想跟你多打一个猪我一个狗我们俩是猪狗不如组合啊猪狗可以你猪狗牛你走啊你别过来哎呦你他妈不去打大楼你搁这过来干啥当保安呢你我守护你你别守你当保镖是不是你赶紧走啊我当你的左右手吗哎呀我很有用处的好不不去搞大龙你跑来跟我站我后面我是没想到的啊我要当你的左右手左膀右臂嗯反甲来了很装逼让我摁一下好吧没漂亮杨伟你血你护甲再来给你来个重锤再搞就翻盘我来了我来我有狙我有狙甩漂亮杨伟开大点燃一技能重锤我控到他了应该重锤隔墙重锤再重锤无了不行剑姬太肥太狠了这一轮太狠了没办法我跟自己有点生气有点我这么我觉得我相当就可能肉一点了然后螳螂还剩一下就能把我刀掉我的本来想打个游戏放松一下没有想到给小姐姐军训了小姐怎么说我花了钱你还给我军训了一下我感觉我很亏、啊、没有这、哎、不是这局没法会好就我这把给你免了好吧然后我再给你打一局送你一把咋的了你还想给我折磨一局啊小姐姐我太不我辅助真的很强的我辅助真的很强的这把真怪我了你辅助吧那行那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吧嗯你还想折磨一夜我那行吧那再给你一次机会哎等一下我换位置OK 对面太强了对面感觉是小代练